2017年患鼻咽癌暂停演艺工作，两年后康复复出。交往七年的女友申敏儿不离不弃陪伴，也成为韩国演艺圈佳话。金宇彬抗癌成功之后，工作邀约不断。近日除了宣传电影，之前还跟申敏儿大方同台演出《我们的蓝调时光》。虽然在剧中各自配对，完全没有交集，不过编剧还是很懂大家的。其中李秉宪饰演的东西问船长这个问题，也让观众发出害羞欢呼声。韩家队，你个바다에서구해준여자이름이민선아라고말하기싫으면안해도돼요형님하고싶어너니까이쁘지이뻐요在剧中，大家一直期待他们的同框，不过很可惜的，只有在结尾的大合照遥远合体。但最近在剧里饰演明宝的金光奎公开了演员们休息的现场花絮，金宇彬、申敏儿终于并肩同框，看得出来两人下戏后就会黏在一起。两人罕见同框的画面，也让喜欢他们的粉丝超激动，直说真的太配了，敲碗可以原地结婚。他们要是结婚，我真的会哭等留言。